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地方，不到17块，让你吃到饱哎！老板还要天天为你煲汤。什么吃到饱哦？火锅跟烧烤。你有什么料的瓜？我现在带你去看。不要以为板底不好看，今天临时要介绍你这个物超所值的一餐，全场超过130种配料任你选。Normal 耳到一个人头只要49.9块，这个价钱只有 discount， 保证没有 extra charge。烧烤、火锅、青菜、好肉加嘎巴巴，不管是常见的配料还是不常见的配料，这边几乎都已经 ready stock 等你来吃。包括水果、菜、面类都是任你拿，海鲜任吃也是一毛钱都不用加。可能你们来到的时候会比这些还要多选择。幸运的话，那个螃蟹还是有单的，老板还在不断的进新的配料。欧大就是把入新来耶，还有 homemade 的小蛋糕跟一些炸物搞 spaghetti， 酱料超过10种，和入西刷温，饮料也没有亏待你，甚至还有咖啡机让你喝个过瘾。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零食这边也是有准备，还有冰条跟 ice cream 等着你，超推荐你拿他家的 ice cream， 又绵密又多 chips。在气氛环境一级棒的情况之下，大家一起围。这次火锅烧烤，红是 aircon 开个大大好路，不怕吃到满头大汗。重点是过年，过年的时候这边没有 off， 除夕开到15，最重要的是没有起价，直接把你的姨妈姑姐叔伯兄弟叫来这边，就不用在家里又麻烦煮又要洗又要收拾啦。这边的招牌汤头是超级麻辣汤，打比那是路炸几只扣来 order 的话，你要什么汤他都可以煮给你，只要你讲得出厨师会煮的，他就准备给你，完全没有 extra charge。 你喜欢的料拿10轮20轮也没有人讲不可以，整个拿完也可以，狂吃肉干随便你。室外还有一个中国烤串，路可以自己跟无辣小辣加超级辣，或者你也是可以拿里面的食物出来给小哥哥帮你烤，他会帮你烤到最刚刚好的待命给你，也完全不用加钱。大刷开瓶又一个好康就在大三角，晚餐你可以从5:30疯狂吃到凌晨12点。现在还有Monthly package， 一个月你要来满30天吃倒老板都可以，还可以每天 order 老板专为你煲汤，算到来一个耳道一天不到17块。90cm 以下的小孩可以来吃免费，小朋友的价钱是10块到15块。吃饱了要给钱的时候，老板还跟你玩游戏，轻轻猜猜再乱乱给你 discount， 一个不小心随随便便都能 get 到 10% 的 offer， lucky 一点的话甚至还可以免单。这间去烧路人有吃过无？他们叫你身边最能吃的大胃王来一起吃。喜欢我们的作品，记得在 Facebook 关注零食零，点个 like， 在我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 share。 不要偷偷自己 download 了再 upload 去你们那边哈。